2.8.0， 然后也有点紧张，然后希望大家体谅一下。然后我是那个 Databend 的研发工程师，然后我叫丁浩，GitHub 的账号是漩涡，然后我是 Opendal 这个项目的维护者，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 Opendal 这个项目在它的开发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开发者体验上的一些考量考虑，然后会分享我们做出这种开发者体验相关的优化，我们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具体的实践是什么，然后最后得出一些我们的结论，然后呢希望能给大家运营自己的开源社区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主要会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呢会先讲一讲我们这个项目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种项目的实践如果脱离它的背景来谈的话肯定全都是空洞乏味的。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来具体的聊一聊各种不同的实践，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项目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说要不要把它运用到自己的项目中来。然后最后呢我会做出一些简单的总结，然后方便大家来回顾上面分享的内容。然后首先呢会先聊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前面 T 三也提到Opendal 是他作为 champion 然后捐赠给这个 ASF 基金会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 Databend 作为一个云原生数据库，他天然的拥有去访问各种不同这种存储服务的这种需求和能力。然后这种功能相似结构相近的代码呢他们在我们的代码库中它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叫做Data Access Layer 的这么一个模块，我们把它叫做 DAIR。 然后呢这种从业务层面需求出发自底向上而形成的模块，它天然的呢就会有这种带有这种业务的局限性，然后呢所以它的这种可扩展性呀，包括这种对不同场景下的支持的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弱，所以在我加入 Databend 的时候呢，我就发起了 DR2 的重构计划。然后这个计划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支持更多的存储服务，然后呢，我们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能力，然后更加方便的集成，然后可以更好的去做测试，所以呢，在那个2021年2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从 Databend 的这个项目中把它拆分出来，做成了一个独立的项目，并命名为 Opendal。这个 Open 呢是取自于我们要做一个开放的这种存储的接口，然后第二呢则是沿用我们原生的 Data Access Layer 这么一个模块的名字。然后拆分为独立项目，然后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获取了一些用户，比如说像 SS Catch。然后像 Racing Wave、GrabTime， 这些一些比较新兴的这种基于 Rust 开发的项目，包括一些数据库都在使用我们 Opendal。然后这个时候呢，在 Tinson 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起了我们的项目捐赠。然后在2023年2月的时候呢，我们正式加入了阿帕奇孵化器，然后开始了我们的孵化之旅。然后呢，从我们以上的这些社区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的社区形成也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特点，包括它是以个人贡献者为主，然后会以用户需求驱动，然后呢，我们的开发者就是我们的用户。首先，我们来分开聊一聊啊，当然这个会比较刺眼，我还是先回到上一张，然后这样大家比较方便看。然后先聊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贡献者都是以个人用户为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这么一个公司背景如此深厚的项目，为什么它的贡献者反而是以个人贡献者为主？这是因为在一个数据库项目中，我们 Data Access Layer 它尽管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但是呢它却并没有非常多的业务层面的需求，就是它不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堆砌。所以呢 Databend 在我们整个 Opendal 的项目当中呢，它更像是一个需求方而不是一个强势的项目主导方。所以呢 Databend 的Labs 呢，它也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进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我们公司里面只有大概两三个同学在从事这个项目相关的开发，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是以后续自然产生的这种个人贡献者为主。然后其次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是用户需求驱动的。这是因为从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背景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就是我们项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带着任务，它就是带着任务的，它有它的需求要完成，它有它明确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需求也有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就是对于任何进来的需求，我们都要先问说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场景是什么，它是不是足够的 general，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泛化，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它加入到 Opendal 里面中去。
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开发者就是我们的用户，这个是 Opendal 的特点，同时也是所有的这种开源库的特点，就是交付一个库和交付一个二进制，它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我们库的使用者往往也是这个库的开发者本身，这个是不言而喻的。然后综合上面三个特点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开发者体验是 Opendal 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如果它的开发者体验不好，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吸引足够的这种个人贡献者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中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获取一个更加广泛的这么一个需求，进而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去满足我们的用户，满足我们的开发者自身，所以说从这个项目独立出来的第一天起呢，我们这个社区就把它的开发者体验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做。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社区在开发者体验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开发者贡献指南，这个开发者贡献指南是每一个项目它可以捡漏但是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新来的开发者他要读的第一篇文档一定是贡献者指南，他需要通过这个贡献者指南来理解说我们这个项目它的是如何来协作的，它如何来提交 PR， 它通过什么平台来协作，包括它的 CICD 的流程是什么，然后包括我如何去 set up 它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 Opendal 在过去这两年的发展当中呢，它已经从一个纯粹的 Rust 的库变成了一个支持以 Rust Core 为基础，然后支持 CPP、C、Java、Node.js、Python 一个非常复杂的多语言的这么一个仓库。所以呢，我们在开发我们的这个贡献者指南的时候，是采取了分制的做法，就是我们在我们项目的根目录里面维护了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 Contributing Garden，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会讲我们整个项目的合作流程，然后呢在底下在这个 Setup 里面我们会具体的把它链接到每个不同的小的模块里面，然后每个模块的维护者需要同时提供两种，一种是使用 Devrel Container Environment， 然后另一种是呢是帮助用户来自己 set up， 通过这种方法呢，就是参与的贡献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他有哪些set up 的工作需要去做，他在开始贡献之前他要去做哪些工作。然后这里有个小小的 bonus 呢，就是说就是Devrel Container set up， Devrel Container 是微软推出的一个规范，它的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项目的根目录里面我们去维护一个配置，然后在这个配置里面呢我们指定了说我们的开发环境需要使用什么样的那种镜像，然后呢在镜像构建好之后呢，我们需要做哪些 setup， 比如说我们要安装 Python 的环境，要安装 Node.js 的环境等等。在维护好这个配置之后呢，我们周边的这些生态就可以通过读取这个配置来把这个开发环境帮用户给配置好，比如说GitHub 的 CodeSpace， 我们只要在GitHub 页面上随便点一键就能快速的把这个开发环境拉起来，然后当然还有 VS Code， 然后还有等等这种周边的生态。除了这种方便用户快速拉起环境之外呢，对于自己部署环境的这种开发者来说，他也具有这种参考的价值，就是他通过读取我们的这种配置文件，他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他做 setup 他需要做哪些事情。在完成了这个环境的 setup 之后呢，一个开发者接下来就该去寻找我该完成哪些 issue。 然后这里有一个在开源社区里面非常通用的实践，就是我去设立 good first issues，就是我通过维护者通过把 issues 打上这个 good first issue 这么一个标签，来告诉开发者说这些 issue 是欢迎你们来贡献的，也是适合你们这种首先来贡献的贡献者，他对这个环境他对我们项目不需要有这种特别深的理解，然后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加入到开发当中。然后这里有一个实践呢，就是说我们最好使用 good first issue 这么一个 tag，而不是自己去定自己的不同的村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 GitHub 它本身是会对这个标签做特殊处理的，就是说你把这个标签打上了 good first issue， 那么在我们的 contributing 页面呢，它就会自动去列出一个这样相对还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列表。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第三方的网站周边生态它也会读取这么一个 tag。
比如说像 good first issue dot com， 除此以外，然后在设立这个 GitHub first issue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说 good first issues 不等于 easy task， 就是很多维护者会倾向于说，我把一些简单的任务，我就把它给划分成这个 good first issue， 其实这是不对的。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给某一个 API 去写一个文档，这个工作本身是简单的，只要写 markdown 嘛。但是你想要把这个工作给完成好的，这种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就是你需要去了解这个 API 的语义，你需要去了解它的这种具体的行为，它会抛什么错误，它在什么情况下会 panic。这种文档对于新来的贡献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把他们作为 good first issue 是非常不正确的行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 hard task 它同样也可以作为 good first issue。比如说我们社区里面最近有几个新的这种 task， 就是说为 Opendal 来添加 TechKV、Zookeeper、包括像 EDCD 这样的集成。这种 task 呢，它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需要你对 Zookeeper、对 EDCD 有足够深厚的了解，你需要可以在本地拉起一个 EDCD 的 cluster。但是呢，它对 Opendal 本身它并不需要有非常多的了解，它只需要在 Opendal 里面加一个目录即可。所以呢，这种任务它也是可以被归类为 good first issue 的。在我们社区里面，我们会根据每个项目具体的情况，然后在项目在具体的因素里面去写上说它需要哪些 background 的知识，然后尽量去选取那些对 Opendal 不需要有太多的了解就可以来参与的这种因素来作为 good first 因素。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不是非常常见，但是在我们社区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用例是 good second issues。就是有很多贡献者会问我说，我想当一个 Opendal Committer， 我该去做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会有点迷茫，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给他推荐什么样的 issue。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通过设立 good second issue， 就是包括像我们的 RFC 去提一个新的 RFC， 然后去实现我们某一个 RFC，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者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贡献者本人，就是去了解他的风格，去了解他的习惯，对他有更深厚的理解，然后来决定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合格的这么一个 committer。然后除此以外呢，这个贡献者本人呢也可以对项目有更深的理解，然后去最终来决定说我要不要为这个项目来付出更多，来决定说我要不要来担任这个项目的 committer， 甚至是成为这个项目的 PPMC member。然后像我这里举出来一个例子，就是他曾经是我们的 contributor， 通过完成我们的 good second issues， 他成功的成为了 committer， 然后在后续不断的社区参与中，他又成为了 PPC member 的一员。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实践，然后也希望大家不同的开源社区都试一试，然后给我一些反馈。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前面也提到了 RFC 的机制。这个也是在开源社区里面比较老生常谈，但是又都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跟贡献者的沟通机制，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想做什么，以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完成它。我们要把我们脑中的这个 idea 落实为可以采取行动的 action。那 IFC 机制就是这么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通过把我们的脑中的想法写出来，把它的 background 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情，然后呢，把具体如何来做，然后对用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把它一条一条的写出来，然后通过广泛的社区讨论，然后最终大家决定说要不要接受或者说拒绝这个 IFC， 然后最终呢，我们的贡献者就可以参与到这个 IFC 的实现中来。IFC 还有一个美妙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把你一个 idea 的提出者和实现者给解耦，就是我这个实现的人并不一定需要是我这个 IFC 的提出者，这就给予了我们社区让更多人来参与的这么一个可能。再除此以外呢，就是 infra， CI infra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课题，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方案，我们有太多方案可以选了，然后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项目里面去维护一堆脚本，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GitHub Action，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Jenkins， 或者是甚至自定义的一套 Workflow。 但这里呢，我们社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I，我们要把 CI 作为我们项目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把它作为我们公司内部某一个团队的这个自留地。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 CI 也开放成贡献者可以参与，就是有足够的贡献者说可以来完善我们这些 CI。 在 GitHub 当中呢，我们的 CI 覆盖了非常多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 bindings，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跨语言的绑定，就是除了 Rust Core 之外，我们每一个语言全都会维护一套自己的 Workflow。 在这个 Workflow 里面呢，我们会去做完整的 Setup， 我们会去跑构建，我们会去跑测试，保证用户拿到我们的这个 Binding 之后它是可以用的。然后此外呢，还会有像CI， 然后会给 CI 打 label， 或包括 fix tuple， 包括像我们 Rust Core 里面，我们要跑 Rust Format， 我们要跑 Clippy， 我们要跑一些针对语法的检查等等。除此以外呢，内容最多呢就是我们的 service test。作为一个库，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个 API 对用户来说是可用的。然后它要覆盖我们的行为，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行为是符合预期的。那我们 Opendal 完成这一点的重要的途径就是我们的 service test。我们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这个行为测试，我们去覆盖了我们这个 public API 的方方面面。然后我们通过对所有的这些服务来 set up 这些环境来跑这些测试来实现。我们然后这里插了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做无感流程。像 Opendal 这么一个小社区，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20名贡献者，它的社区还足够小，然后涉及到的这种场景还不是特别多。像我这里列出来的是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社区里面呢会尝试通过给我的 CI 去做流程化，去做流程自动化，我去开发各种不同的 robot， 我去开发各种不同的这种 command， 然后呢通过这种流程自动化的方式好像就能让这种开发效率来提高，其实这是相反的。根据我在很多开源社区中的实践，这种流程往往是会形成了这种一种拖延，就是我们本来这个 round trip 是可能是两到三天，但因为这个 CI 的这个流程的机制，就会出现 committer 说我们要等这个流程跑完，我这个才能合并。然后呢，这个流程呢又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挂在那个奇怪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要再把别的人再叫进来说看这个流程为什么挂在这里了。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开源社区的例子，是他们的这个 CI 因为一个配置错误，导致他在某一个环境上没有能成功构建，然后呢，结果那个 PR 被拖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最终合并，最终还是这个开发者在推特上喊话，直接 at 这个 maintainer 说这个怎么回事，这个社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社区在维护我们流程的时候一定要做克制，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你社区没有庞大到像 Linux 像 K8s 这样，你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上一套这种体系。很多时候我们人肉就可以把它给处理完。然后最后的话呢，是我们这个社区的沟通方式，就是我们提了 PR 之后，我除了一些特别简单的 PR 之外，大部分 PR 我们是需要跟他反复的去做沟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社区采取的一个实践就是根据通过 GitHub 或者 MailerList 来做正式的沟通，来分享我们已知的信息，然后通过像 Discord 这样的非正式渠道来解决我们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冲突的情况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 idea 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实现同一个需求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拘泥于某种所谓的社区最佳实践，说我一定要在 GitHub 上完成沟通，或者我一定要通过邮件列表。出于我们的这种开发者体验考虑呢，我们会采取这种更加高效的方法，就是我们会通过 Discord、推特的这种私聊，包括像 Slack、像这种邮件、像微信，甚至是我们去开一个语音会议，我们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最终把这个解决的思路和解决的方案给落实到这个 GitHub 这样的开放渠道上面来。
就是我过去在运营这个开源社区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沟通一定要开放，沟通一定要充分，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哪怕有些成员社区成员不喜欢，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沟通在这个开放的渠道下完成。但是在这两年的经历里面呢，我慢慢改变了我的看法，就是因为我渐渐的发现社区里面确实就是有社恐，社区里面确实就是有人不喜欢在三百多个群的人里面，三百多个人的群里面说话。社区里面有的人就是喜欢跟我私聊，他就是喜欢这种跟我私底下沟通的感觉。然后，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只要我们最终可以达成我们这个沟通的目的，这个冲突可以解决，然后我们最终的方案可以落地，然后我们最终的这个解决的思路可以通过公开的渠道分享到 GitHub 上，那么就是可以的。我们不需要去拘泥于说某种社区的最佳实践，而去拒绝说让更多不同种类的这种贡献者来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可能。因为我逐渐认识到了，如果我把那些不喜欢在公开渠道里说话的贡献者给他排除在外，那我其实是违背了我们这种社区多样性的原则的。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这种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说话的这种权利，对不对？好，然后呢，通过参与这种实践之后呢，我也渐渐发现，其实非正式沟通渠道是很关键的。就是我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认识了更多的 committer， 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不是说他们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远方的这种网友，他们来做我这个项目。我逐渐知道了，就是说他们的老家在哪，他们说话是带有口音的，然后他们吃东西喜欢吃辣，不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会对我们社区呢有更怎么说呢，更深的归属感。我会感觉到这个社区更像一个 community， 不只是一个 project。这个是我们社区在这种异步沟通、同步协作这种实践下对我产生的这种最直观的这种感受。然后前面呢都是聊了一些我们社区在参与贡献中的体验，然后当然呢还有我们社区在这种使用体验上的层面。这里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社区正在做的一个 example。Opendal 做过一个 RUT 项目，我们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呢发现呢有很多用户他是从其他语言迁移到 RUT 上来的，就是他之前是写 Python 的，他之前是写 Go 的，然后他现在呢想试一试 Opendal， 但他发现他不知道 RUT 怎么装，他不知道 RUST UP， 他也不知道 Cargo， 他就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example， 说帮我搞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想，好，我给你们写一个 RUST example，我在那个 RUST 一个 example 里面呢教你们如何去 set up 一个 RUST 的环境，我教你们如何去声明一个 RUST 的变量，我教你们如何去定一个函数，如何去调用一个函数。当然这些都是围绕着就是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就是我教你来学会，我最终是想教你来学会 Opendal， 只不过呢我先教你一点点 RUST， 然后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RUST 的技巧，你不需要学生命周期，然后你不需要知道 copy move 借用等等这些繁琐的观点。我让你工作，我让你的代码可以跑，我让你这个流程可以先跑通，然后你再决定说你要不要去了解更多的 RUST， 你要不要对 Opendal 有更多的了解，这也是我对用户体验了解的一部分。然后除了 RUST 的这个 example 呢，我们社区里面还在规划说我写更多的 example， 比如说 Python、 Node.js 的，然后我们帮助这些用户勇敢地迈出他的第一步，那他自然就可以再接着再往下走。哪怕他说他通过他只是简单的把我们这个 example 当做 RUST 的教程来用也没有关系，也 OK， 你进入到这个 RUST 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 Opendal 真香。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API 的文档，前面也提到了 Opendal 对这个 API 非常作为一个库， Opendal 上的立身那个 A 这个 Open 的 API 是它的立身之本，如果我们的 API 它的体验不好，它的文档写的不好，那么我们这个用户就会自然的流失，用户就会觉得你这个文档写的不行，我觉得用不来，那他就会走，他不会跟你说，你这个文档这里用的不好，我们在我们的文档里面呢会详细的写出我们这个文档的行为是什么，然后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呢有的时候呢给他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用这个，如果你是某某某某场景，那我更推荐你用另外一个别的 API， 它会更加符合你。然后呢，我们会给一些简单的 example，
这些隐格的方法通常不会非常复杂，就是只覆盖这个 API 本身，然后让用户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说我这个 API 应该怎么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践呢，就是文档清单码。在 Rust 社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种 code generator， 不对，叫做文档，这种 docs generator， 就是我们有一个 Rust docs， 会根据我们的代码里的注释来自动生成文档。然后我们 Opendal 社区呢，就利用这一点，把我们跟这个概念，然后跟我们这个 MVC 相关的这些文档，全都写在了我们的代码里。然后呢，用户在下载我们这个包的时候，他们就会天然的会获得一份完整的文档。他们通过用户们的文档就能够知道，就能够理解说我们这个库它最核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呢，它和每个模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有哪些最常见的使用的方法？它通过这些文档就能够直接获取。此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很多库，在这个开发文档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多版本。就比如说我这个 API 今天发了 1.0， 明天发了 8.0， 那我如果想 host 这个多版本的文档，那我在前端需要做很多事情，我需要一个完整的 framework， 然后我需要有一个标签，说哎，我可以在不同的文档当中切换，然后我还要保证用户可以访问。我还要保证，就是说，比如说我未来发版发到10.0了，我1.0的版本还能够正常，还可以正常访问，没有死裂，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文档里面，我们引用了一个结构体，那么在三个版本之后，这个结构体可能根本就不在了，那你这个文档就彻底没有用了。那我们通过我们把这个文档写在注释里面。我们通过 Rust Doc 来保证说这个整个文档里面是没有死的链接的，然后呢，我们 Rust 生态里面会把每一个 publish 的这个库都自动生成一份它永久的文档。那么用户如果想知道我这个 3.0 版本怎么用，那他只需要直接访问我这个 create 3.0 这个版本，他就可以同时看到我这个 3.0 的代码和以及跟它相关联的文档。然后这个呢，可能是只适用于 Rust 社区。然后其他社区呢还没看到特别好的实践，所以仅供参考。接下来是做一些总结。刚才一口气输出了这么多，然后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社区的实践呢就是这么几个要点。一个呢是提供我们详尽的贡献者指南，完善我们的贡献流程。然后呢是设立一个新手的优化的任务，提供充足的上下文。然后设立我们的 MVC 的这个制度，鼓励大家的参与决策、参与讨论，然后积极的来实现。然后第四点呢，是我们要做一个可靠的 CI， 我们要做一个无痛的流程，要让我们的 CI 和流程成为这个开发者的助力，而不是说成为他们一个又一个的瓶颈和门槛，变成了一个他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克服，甚至需要去战胜的这么一套系统。就是我个人最讨厌的一点就是让开发者跟 robot 的打架，就是开发者在那个 comment 里面评论一个 reroll， 然后 robot reroll fail， 再 comment 一个 reroll， sorry you are not a committer， you don't have the rights to run this test。 这种让开发者跟 robot 的打架，我觉得是一种体验最差的行为，因为我个人非常讨厌这种事情，那我也不希望遇到这种事情。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跟人沟通，我希望有一个 committer 或者是有一个维护者可以直接的来跟我沟通，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这个 PI 因为什么原因他要被 hold on， 他要被暂停，甚至说他要被取消，而不是一个 robot 跟我说哎呀这个 PI 超过30天了，我把它关掉了。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异步沟通同步协作，就是公开沟通是一个好实践，但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实践，就是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场景来决定说我们要采取正式沟通还是非正式沟通，然后去维护我们的社区。然后毕竟再回归到我们主题嘛， community over code， 就是没有社区就没有代码，但没有了代码的话，我们还可以再重新写一遍，对不对？然后以上的话就是我全部的分享，然后下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问一个话筒吗？
这个其实比较后面还是答一下。就你刚刚分享的，就是最后说到一点，就是那个公开讨论的这个问题，阿帕奇为了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如果说我们的讨论没有发生在那个邮件列表上面，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做孵化的时候，你们的这个banter会不会给你强调过这一点？就这样子，就说，我个人来看的话，我也知道说在某些场景下面确实有提到过的，像有些这个参与者，他们不是很愿意说，在公开的场合下面讨论问题，或者有的人可能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说我的英文可能不是很好，发那个 mailing list 可能说不太清楚，我更愿意给你，用微信私聊，用中文，或者说，因为我在社会当中有经常碰到一些问题，有的 commenter 上来就，那个参与者上来就说，哎，你是不是可以说中文呢？然后就跟我说中文，然后，但最后的话，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尽量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引导这些，社区的参与者说，去引导他们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讨论在公开的这个地方去说，如果说不愿意在这个邮件列表上，或者说你的中文有问题的话，现在很多英文可能不是太好的话，你可以借助一些翻译的软件啊，或者这样子。但是我说这个引导应该是需要的，就是我们从阿帕奇社区来说的话，我们尽量的是要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地方去讨论问题。这样的好处说是，第一个是说有更多人来看到这个东西，有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可能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然后说我们不能单单是在通过，在几个人就决定了，这个结论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会对这个，社区的发展，或者说将来的一些release 的东西的话，这是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也明白你的一些问题，就说是有的人他确实是不想这样说，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明白。这个引导是很专业的，就是其实我们Opendal社区呢，就是本身呢是没有提供任何私底下的渠道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说这种公开沟通，就是通过公开方式的渠道来沟通，然后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冲突。就是这个冲突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发生任何讨论的时候我都是认为是冲突了，就是我们的这种正式的讨论呢，其实全都是发生在公开场景下的。比如说我的 IFC 的讨论，比如说我关于某一个技术细节的这种探讨，那这个其实是全都是在公开渠道下发生的。我说的冲突呢，具体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像在某一个具体的 PR 里面，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开发者可能跟维护者他是有些分歧的，就比如说开发者非常不理解，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模块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放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设计这个 API？ 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会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渠道跟他去取得联系。然后去跟他这种私底下的沟通之后，把这个冲突给解决了，然后把最终的结论再落地到这个公开的这种场景下来。就是在我们这个引导层面呢，我们社区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是优先提供这种邮件列表，包括像 GitHub list， 包括像这种 Discord 这种公开的群聊。我们的主页上是没有微信群的，我们本身也没有微信群。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挂自己的这种微信的账号的这种二维码，我们也不鼓励任何说去能不能加你微信啊这种行为，就是我们是包括当他过来私底下问完之后，我们也会去跟针对具体情况吧，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更适合在公开场景下讨论，那我建议你还是去 GitHub 上面去问出来，然后这样大家全都可以参与讨论，所以说。就是刚才那个结论呢，我觉得还是可能少了一些前提，
就是在做充足引导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这样来解决一些具体的个案。好的，谢谢。